人呢？黑灯瞎火的，快过来！少爷，快来啊！大晚上的吵什么呢？接受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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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受他。佑文哥，少南，接受他，接受他。如果你觉得太突然了，接受他，可以想好再告诉我。接受他，接受他，接受他，接受他。施舍干什么呢？接受他，别考虑了，我们佑文哥可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男人啊！是啊，少南，是啊，你就答应了嘛，答应了，接受了吧，接受了吧，答应他吧，少南，谢谢你，佑文哥，接受他，接受他，我想清楚了再回答你，好吗？接受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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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接受他。接受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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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接受一位一，知道怎么抓过富生男吗？我的女朋友，我当然会照顾。胜男只是和你认识的时间长，可真正了解他的人未必是你。
慎问，既然学长知道我和盛南青梅竹马，那要不要我分享一下他成长的故事给你？修豪同学，还是留着自己慢慢回忆吧。盛南，盛南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李修豪找我割单挑去了。什么？再来，来就来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你可真行，还跟人打起来了。不要你管。少废话，走。那我们也走吧。走吧。没事，还有我呢。走吧。怎么啦，小可怜？你不去管你男朋友，跑来我这做什么？谁跟你说我有男朋友了？我那天明明都看到刘佑文跟你表白，你接了他的玫瑰花。你知道吃瓜吃一半的后果是什么吗？疼死你，活该！哼！你什么意思啊？我那天之所以接佑文哥的花，是因为我不想在那么多人的面前让他难堪。
本来我是想找个机会和他说清楚的，没想到我还没来得及解释呢。你倒好，你先跟人家打起来了。我什么时候跟他打起来了？我们就打个球。你说真的吗？你真的没跟他在一起吗？骗你我有什么好处？你要是再敢骗我，我就……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着什么急？着什么急？哎，别走啊！等等我。